刚练完，别坐着，来起来，互相放松一下肌肉，来起来。哎，都集合，先停一下，到屋里来集合，快！哎，都停一下，先集合，来集合集合。都聚一下啊！我来说一下你们最关心的。现在你们还剩65个人，10天之后，最终考核。 最终考核，刘多少人呀？你听我说完，考核内容：9圈追逐赛，男女分开比，单圈成绩和总成绩我都要看。女子前20名，男子前10名留下，进入下一阶段下训。就30个呀？没错，只有30个名额啊，只有30个。所以那些喊苦喊累的。 完不成训练量的，还有缺训的，你们的时间不多了，啊！大家加油，啊！接着练，哎，继续练，快快快！都回到自己位置上，快！来，开始训练，好好训练，知道吗？不防御非时刻呢，训练从来都不来，但考核还回回第一，他肯定能进，你肯定也能进，加油！ 今天你们 A 组的量练完了，你怎么能跟我们一块吃午饭？是啊，练完了，累死我了。今天我们还上量了，6组核心，6组体，我倒希望多练点，这马上就考核赛了，还能冲冲成绩。哎呀，你没问题的，女队20个，你每次都在10几名，倒是我，我真得多吃点。春梅，你咋不吃？我练的太累了，都没力气吃饭了。 这 A 组的量我也就勉强能跟上了，但每次练完我这肌肉全都是僵的，根本活动不开。你这体的问题，这也不是一天能练成的，你悠着点别受伤了。可是这就剩10天了，我也着急啊。着急没用。陈敏，你就不吃给我呗？吃，您吃，你也吃啊？我吃个这个，我这还有鸡翅呢。我也有。我可以坐这儿吗？ 可以啊，叔叔。刚刚那面发水果盒，我就帮你们一人拿了一份，他一会儿没了。谢谢师姐。谢谢师姐。给。谢谢师姐。早上咱们一组，我看你的动作到最后有点变形，你不能这么练，得调整，把最好的状态留给考核赛。 知道了，谢谢师姐。没事儿，我也不是第一回来了，也算是老人，老带新嘛。快吃吧。嗯。慢慢吃，吃。丁姿势准备啊。 向北差0.1啊，再来，预备，开，向北还是差0.1，注意你右腿发力啊，注意力要集中，预备。 陈斌，你休息，向北过来。还是不适应是吧？你记住，提膝啊，这是关键，提膝，步幅放开，啊，频率加快。你彻底放掉你之前的起跑动作，按我说的来，啊。 跑步的把坡度都加起来，哎，重心都再低一点啊！注意了啊！程远，你们休息。频率，频率，频率，快起来！
教练，我给你加点水吧。臀靠住，注意肩膀姿势。好，我知道啦。知道就好。最近训练顺利吗？妈，教练说这次只能留下30个人，我一定能留下的，不用担心。你的年纪比别人都大，咱得量力而行啊！别累着，听见没有？就是因为我比别人年纪都大，所以这才是我最后的机会。我不光会留下来。还会去平昌。教练，哎，甄勉呢？他不来了。不来了？他让我跟您说一声，他今天留在队里加练，就不过来了。教练，甄勉是不是因为您要同时教我们俩？他心里介意，就不愿意来。向北，你是个运动员，就只想着怎么把冰滑好就行了，其他的不要多想，知道了吗？嗯。准备。起跑，还是要用平行式，这点不要犹豫啊。你的问题啊。不在于起跑姿势，而是起跑的时候的爆发力不够强，所以说呢，练陆地式起跑练的就是你的爆发力。这几天我会着重，给你练这个负重起跑，而且这重量要不断的增加。嗯，啊，来，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来，绷直，开始。30米一个来回，注意呼吸，再快点。那小孩，今天不滑了？啊，哎呦，今天滑不动了，滑不动了。累了是不是？对，因为他呀，不只是体能的消耗，因为重复那个动作就特别枯燥，知道吗？
您这教兵不也一重复一个动作吗？不是，但是我调节，我能调节，我斗地主，我在手机上，然后打牌，我吃吃喝喝的。但你不行，你这孩子太小了，你得尝试啊，去换一种方式去调节调节。来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来，你试试这个，你试试这个，来来。气球？对呀，对，你吹起来，吹起来，吹起来，你看，但是一定要吊住了啊，要不然飞出去啊，嗯。这什么意思啊？教兵的，我不懂什么训练啊，就训练你得听教练的啊。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尝试用这玩意儿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这样可以调整你呼吸的那个节奏。这玩意儿能调节呼吸节奏？对啊，你人你要呼吸啊，但是呼吸是关键，是在节奏。大叔，你太有意思了。没意思啊，有意思对了，拿着吧。啊，走。喂，爸。哎，小敏啊，不是说好了今天晚上加练吗？你怎么没来呢？我们教练定的计划练着呢，没闲的。考核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不要耍小孩子脾气。明天跟向北一起来练，啊。好，注意节奏，呼吸。飞哥，拼模型呢？我看你有很多模型，是不是拼了很久啊？要不我跟你一块儿拼啊？啊，飞哥，飞哥，自从我进了国家队之后，我就把你视为我的榜样。你是又有天赋又刻苦，我就想着吧，你干什么我就跟着你一块儿干什么。这样没准能找到一些灵感，可以提升我的滑冰成绩，你说是吧，飞哥？哦，对了，那个李教练说过十几天之后就进入最终考核，巴不得明天就毕业。飞哥，你怎么了？少言寡语的，像是变了个人似的。飞哥，飞哥，你干嘛去啊？哎，你去哪儿？你带上我呗。哎，我是真的想进步，飞哥。想跟着我进步？啊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爸，来了。怎么每回来都是小乐园？前面热闹会儿啊。不用了，坐着挺好的。回回来回回喝闷酒还挺好。哎，哥是倒新酒了，带你尝尝去啊。本来我就不爱喝酒，我要不是睡不着觉，我也不会来这儿。不勉强你啊！哎呀，飞哥，这是说的秘密基地啊，也太嗨了吧！你带来新朋友？我室友，
小伙长得可以啊，挺漂亮的，有韩国范儿啊。我之前在韩国待过。哥的名片，我姓王，啊，这酒吧合伙人，我还是个经纪人，手底下带了不少演员呢，有没有兴趣来影视圈发展啊？这娱乐圈不是说进就能进的吗？哎，但我唱歌还行。你们运动员啊，有阳刚之气，型好，属于稀缺款，不想干了，划够了，来找我啊！啊，敬你。你干啥呢？证明呼吸有形态实验。我练累了，图个好玩。哎，你练你练，我来。来了。哎，向北。我找陈冕。哦，绵绵，向北找。向北，怎么了？我想跟你聊聊。哦，我正好吃饱了，我出去溜达溜达。你进来，进来聊。你慢慢聊啊。嗯，进来吧。我晚上去陈教练那儿加练了，刚回来。我有些话憋在心里挺久了，我想跟你聊聊。你说。你晚上没有去加练，是不是因为我？怎么会因为你？小的时候，我们俩因为陈教练教谁这个事儿吵过架。我印象中，他也没有一块教过我们俩。你如果真的是因为我，我跟你道歉。我真佩服你，你这脑子里装了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，你怎么还能排第一名啊？你想多了，不是因为你，跟你一点的关系都没有。我就是因为，你也知道嘛，国家队有详细的训练计划。我爸那边多少会有偏颇，毕竟不是他自己的队。我是怕把自己给练乱了，不是因为你。行，你不是因为我就行。我。你也悠着点吧，我爸管的太多了，他说的又不是真理，不一定是对的。道理我都懂，但是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听陈教练的吗？他是我的启蒙教练，我能一步步走到今天，都有他的影子。我从开始滑冰，拿少儿组的冠军，进体校。进省队，再到现在进国家队，我每一步往前走的路，他都是我的见证人。没有他，我到不了这儿。所以在我心里，他说的就是对的，我没法不听。行了，不说了，早点休息吧。把这个第六组跟第十三组调一下顺序。不赶紧准备伤兵。看方向怎么样。张宇，你别戴头盔了。那发胶没少喷呢。我看这硬度扛得住冰刀。你要头盔干什么呀？那伤兵。我错了，教练。我告诉你，跟方逸飞一屋，学点好的，别老学这些没用的。加练十足，快点！
你说，我就学飞哥稍微打扮了一下，这教练也不至于这么大反应吧？不用跟我解释。哎，对了，我之前跟飞哥见了一个什么经纪人，说我可以进演艺圈。哎，你看我这造型是不是还挺可以的？马上就要终极考核了，弄这些乱七八糟，你是疯了吗？我也有好好训练呀，而且我每节训练都没有落下过。再说了，我这成绩也不是100%都能进的，我能留下来都是因为你。因为我？啊？你自己人生一点目标都没有吗？这是国家队，多少人挤破脑袋想进，你要不想滑，不用勉强自己。哎，教练。哎。他人呢？他还是不想来。您先别着急，我昨天晚上回去跟他聊过了，他说他就是按照队里的计划在家练，练的不一样，怕练乱了。他是怕我练不好他吧？也是，啊，这个你们现在都有教练了。我是没有资格练你们，没有，教练，我跟你练，您在，我特别踏实。看到了吧？这是我专门为你租的一辆车。我拉车呀。怎么，嫌轻了？行了，你没问题的，啊。哎，对了，那勉勉平时在哪儿加练呀？冰场多一些，您别生气。他不会偷懒，我作证。嗯，你把这套上。好。你们练得怎么样？大叔，你说的那方法好像不太管用。谁说的不管用啊？你肯定是没得窍门。怎么跟变戏法似的，这么多气球？你这位，你跟着我啊。好，准备。好了，开始。相信每一个人努力，不停奔跑着。我上去了。从日出到日落，有什么证明我曾经多脚吸气啊，然后憋住啊，然后右脚，哎，左脚出吸气，右脚出呼气，左脚吸气，右脚呼，左脚出，左脚吸气。再快点，快点。你知道为什么用气球练吗？就让你能感受到自己的呼吸，能看到呼吸的形状。嗯，是这意思。你说你可真是个奇人。再快！发现你这小孩，你悟性真好。嗯，你这招哪来的呀？是一个白胡子的一个老神仙教我。飞哥，看我这姿势标不标准啊？飞哥，来了。教练，我来找一下方一飞。哎，飞哥，教练找你。
我出去。干嘛呢？那小玩意儿真精细啊！哎呀，你们真是幸福的一代。我们小时候也就玩玩土。你找我有事吗？我就来看看你。怎么样，这两个人的宿舍住的习惯吗？这可是我特意给你申请的，而且队里也是因为你的实际情况才批的。一菲，哎，你这成绩好，也要参加训练啊。你这好成绩还得靠训练来保持啊，对不对？而且这马上最终考核就开始了。你时间不多了啊！怎么了你？没事。又不舒服？啊，你病这事儿我一直惦记着呢。最近我发现一种药，说副作用特小，正托人买呢，买好了给你送过来。我病已经好了，你不用可怜我。方逸飞，你什么态度啊？你别以为你每次往外跑我不知道。你成绩好怎么了？你得第一了不起是吗？我告诉你，你现在是躁郁症患者，你有病，得治。腹式呼吸训练法多用于田径运动员，保持腹部收紧才能保持速度，和短道是相通的。这大叔还真是个奇人。哎呀，在这终于见到老人了。江湖，你还活着呢啊？这话
说什么话呢？你这你多大岁数了？俺这脾气还这样呢？你得改了，你不能这样了。然而你还要打我一顿呢？来，来打我一顿，来，来，干啥去？那边来。来呀，来呀！一声不吭的就走了哈？多少年了，找你也找不见人，联系也联系不上。你以为你那么一笑是什么都可以断了是吧？要是真那样的话，为啥逢年过节的时候你总派人给咱教练送东西啊？你幼稚不幼稚啊你？你什么玩意儿你？哥，让你担心了啊！我。我是我不好，是我不好，哥没有照顾好你。当初我答应你要一直滑下去，我也没做到，对不起，对不起了。哎，你在国家队交兵多长时间了？三年了。到这儿，我因为我之前呢是在那个外面开大货车，那种跑长途。后来我觉得真就是哥，我觉得就是命。结果又回到冰场。哥你也不错呀，黑龙江省队的主教练，而你带的那好多学生就全进国家队了哈。你还关心这个？对，我看看新闻看见你了，然后我一看，行了，别说我了，你现在腿怎么样？我这人腿上，我现在腿是神腿。怎么说呢？就是我晚上我就有时候一疼，第二天肯定阴天下雨，这咋跟天气预报一样准啊？哎呀，咱教练没了，上个月的事。对，那个我知道了。下次回去，跟哥一块儿去看看咱教练吧。那个，咱队的这些兄弟们啊，都还可以。你看铁军也在省队，然后郑凯鑫，人家现在是青岛队的这个总教练。哎，我给这小子打个电话，也让他这个高兴高兴。哎呀，哥，不打了。旧友总有重逢时，就像今天咱俩这样，不挺好吗？以后会见的。哥，那你这些年你过得咋样啊？有闺女，她也喜欢滑冰，这劝都劝不住。呀，真的！我天哪，这个，就是遗传嘛，就是基因没有办法，龙生龙，凤生凤。我哥的儿子会打，不是我哥还就是，不管怎么说吧，就我希望我这个侄女啊，千万别像你啊，像你就白瞎了。哎，看，这就是我闺女。这是你姑娘啊？叫陈冕，那冕是那个这个加冕的冕。哥呀，
我这叫侄女啊，我这侄女肯定成了将来。哥，首先你呀，你给她起的名字就特别好，冕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加冕、卫冕，就是冠军，就是第一呀。这起个名字就能拿了冠军了，这冠军也忒不值钱了吧？你这，哥，你信我的啊，我看人特别准。一，他比你聪明。他比凯欣有天赋，而且他比我努力刻苦，将来他肯定成了这孩子。行了，我发现了，你现在这个溜须拍马的功夫是一流的啊！你光看个照片也没见过面，你见过他滑吗？就把他捧上天了，你就。哥，你记住我今天说这话啊，你记住了，你等着吧。只有十分钟，哎，这不才六点吗？不是八点的吗？哎呦！快点到了！还算有点时间观念，让你们这么早来，是因为今天比较特殊。你们当中的35人将是最后一天在集训队训练。不是还有7天吗？最终的考核比赛提前到明天进行。教练，不是还有一个星期吗？对呀，为什么提前这么长时间呀？你问我为什么？好，我就告诉你们为什么。你们都是国家队的战士，要随时做好上战场的准备。除了伤病，你们要把自己的身体随时调整到最佳状态，心理素质还有应变能力也是国家队非常看重的，明白吗？明白了。都没睡醒吗？明白了。按计划开始今天的训练，向北留下。我让你改旗袍已经有段时间了吧？你自己看看数据，我非常的不满意。不是说现在成绩怎么样，我是觉得你态度有问题。你自己好好想想。陈明兰，你看向北又被教练说了，看来他还是不太适合丁字式起跑，节奏都不太对。我看你状态就挺好的，明天考核赛肯定没问题。他可能是练太多了，累着了。我最近也天天加练，冰场、器械室我都没见过他。你怎么了？脸色不太好。我没事儿。
那个时候就是死练，可以说就是死练，就是不断的在挑战身体的极限。早上起床吃饭训练，然后回来吃饭，睡午觉，然后训练，然后回来吃饭，然后准备迎接下一天的训练。除了训练的时候，其他时候你什么都不想干，就想睡觉，就想在床上躺着，就是拼了命的练。每天我就是把所有的劲儿都发挥出去。我一睡觉的时候，腿自己能疼的就抽醒。那个时候手，我们做布袋嘛，手要扶地呀，扶那个塑胶那儿，就是手指五个手指全都烫出水泡，滑到后来滑到有什么程度，就是眼泪就自己就飘出来，就一边滑一边哭那种。就滑完了之后下场就吐了，下一组那种还得接着滑那种。滑完了就是这腔子都疼，就是有一股血腥味儿。我现在有时候开玩笑还跟我妈说，我说妈你怎么舍得让我去呢？但当时就是喜欢这个运动，我就觉着我是会有机会成为这个全国冠军啊，世界冠军啊，就当时是有这个梦想。其实钻研进去之后就是一种热爱了，就是对自己热爱的付出，就不想说轻易放弃，就也想尽自己最大努力，然后坚持下去，然后完成自己的梦想嘛。相信每一个人不停奔跑着都有一个原因，从日出到日落，有什么证明我曾经来过？曾有一片雪花缓缓落下在我的手心，落在我的眼里，我的心里从此不曾融化。也许我普通的如此渺小，也许你一直都还在寻找，可我们都曾如此真实而且的存在过，像空气一样。